With the number of foreigners living in China on the rise, we thought we'd take to the street and ask Chinese what they think of Caucasian people. 你有白人朋友吗？有两个。有的。有。请问你对在中国的白人有什么印象？很有礼貌。可能没认识之前会觉得他们就是很随意啊之类的，但是可能接触之后会了解到他们其实挺多还是比较真诚的吧。相对来说还是，做事情比较 qualified 一些。我觉得他们有很多这种比较有闯劲的想法，不像中国人那么保守。他们会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好。那你会觉得他们说普遍来说更漂亮、更帅气一点吗？会，就五官更深刻，高鼻梁、大眼睛。哦，那长相就差的比较多了。一来他个子比较高，头发的颜色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白人的五官比我们立体，这是实话实说。他们长得其实就像我们学画画的时候的石膏像，非常的立体。那么你觉得中国社会大体上来说对于白人怎么样呢？会觉得他们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对待可能会比对国人的甚至要好一些吗？没有，我觉得相对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尤其是在上海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习惯。这可能我的印象中会觉得更商务一点的会想要白人吧，可能是更有礼貌，然后他知识层面更丰富一点，然后可能职位更高阶一点吧。我是觉得感觉街头的白人广告特别多，就是很多是国内的牌子都会去请一些国外的模特来拍摄他们的产品。也不是说他们就是这样子不好吧，只是说可能我们自己人的产品可以找更多的中国代言人啊，然后更适合我们就是理解这个产品的含义，而不是说你这只是为了定位高端而去选用这种白人模特。其实是有的。在比如说工作，同样就好像你一个白人他去找工作，那相对于来说他可能会好找一点，就是因为好多人潜移默化的认为说啊他是个外国人，就这样子。要面对客户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白人，然后整个公司会显得很高大上这样子。为什么会白人就跟高大上就比较，就是这也是我们就是一个传统的看法嘛，所以这是一个偏见嘛。因为大部分人是持有这样的看法的，那所以这些公司为了迎合大部分人的观点，所以才这样做的。可能白人的话在国际上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受人接待的一种，然后可能会感觉白人的话更有文化，或者是他们可能更懂得一些礼仪上的东西。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叫 White Monkey Jobs 那个职业，或者就是有些公司会说就是在可能一些偏远的地方他们会去租赁，就是去租一些外国人来充当他们的合作伙伴啊，或者是在他们公司活动上去做一些表演嘉宾这样子。你对于这种行为有什么看法？我是没有听到过，我了解到的有很多我见到过。就比如说有一些楼盘啊，就是比如说房地产的楼盘啊开盘啊，或者是什么大型的酒会啊，或者是什么产品要推广嘛，他们会请一些外国的一些表演的团队会去表演。这到在上海的话会看到非常多。那么按照你的审美标准来说，你会觉得白一点的人更漂亮一些吗？我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更漂亮一些。可能我是觉得白色的皮肤会比较好看，当然我也能欣赏那种美黑的那种人。但是白皮肤个人偏好问题觉得可能会比较更纯净一些。对，干净干净，然后比较温柔。比如说在男生的话太白的话，我觉得话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就比较娘啊，或者说感觉他没有什么那种运动阳光性的感觉。可能在亚洲的话都会有这样的认为。然后呢肤色黑一点的话可能他们会感觉就是更健康一点，有力气啊或什么的。并不会，因为我本人最近就一直想尝试去晒黑啊，我并不觉得有就是会特别受欢迎。但是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可能会稍微那个一点。对，我也能同意，因为本身我自己也在美白上面花很多功夫，就是明显的如果你不注意防晒的话，因为我也30多岁了嘛，你脸上就会有斑斑点点，然后你斑斑点点会显得你的年纪会跟你的就是不会显年轻，就是有可能跟你相符，有可能显老。但是你如果说肤色好一点白一点，然后斑斑点点少一点的话，就会显年轻嘛。